哔哔哔哔哔。 OK 了，再开我的。2:45。有没有路啊？有啊。有啊。那我的嘞？你有路啊。两点四十五分。好，我的扣一下。那就还是搭缆车上去吧。上去下来，努力的往右切，切得进森林就进，切不进就。 没办法哎，哎，我还没有扣。我刚就已经跟你讲没有扣啊，你就扣啊。好的。我操。帽子，我换你的。你都折得很好哎。我都那个形状。 一路去到中间那里，所以就放弃，明天再说。好，这边这边门。哪个缆车啊？20还是22啊？ 旁边那边还有22。
觉得比较冷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很冷。我觉得很冷欸。
回川街啊。要朝左去吗？对。回川街啊。走。这里回得了餐厅吗？Thank you.
很享受的，就是完全是绿线，然后也不会有松雪来吓你，因为平平的都被人滑过，然后你看学校还在这里上课，我觉得我现在是有那个恐惧症的，恐惧没有松雪了啦，好恐怖，你不知道这里没有了啦，真的很恐怖，这里你不要滑这里就好了啦，是下午，是下午吧，是刚刚我们和谐分开的那一次啊。就我们等你很久，你不见了的。对啊，你讲中间没有松雪了啦，不用怕，只有这里才有。我只是觉得很恐怖，就是那个还心存心有余悸，心有余悸。对，我们的话就过桥，然后一直来搭往回西馆山。好哦。啊，你一直在搭往怎样？我们就是过桥去对面，滑回西馆山就回收工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太硬了，然后我又膝盖又撞一下。我可以走过，因为你这个撞到，摔的也是在那边，撞到有一个很大。那你不能上。那我们呢？坐这缆车上去之后就。你看得到那个边边吗？你的这个雪场被树林围起来是个正方形，你应该在正方形的正中间。对，所以反正也走不会走太远。反正找不到再坐缆车的上来一次。没那么远啊。对啊。哦，等一下只能坐公车啊。啊？你啊？你好像是六点，就是你去看我传的那个表啦，一直来。你六点开始等。哦，好。然后有个网址的。嗯。上去以后，一站再下。一站吗？只要坐一站。就呆萌那一站。呆萌。就是我中午吃午餐的那个餐厅。你的雪具店那一站。哦，那一站哦。对啊。你可以搜索。可是我看地图还蛮远。一直在，它那个一直在重复写而已，其实只有一站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只是一直在，但其实是同一站。我们俩本来以为有两个一直在，一个。在这边嘛，这边。你说等车哦、喔？对。可是它不是左边吗？哦，对哦。它有绕了一下这样子，这边一下要回程。
反正那台车只会停一个地方。OK。走左边。我觉得我带回去膝盖要冰敷。
在想我的鞋子是不是松了，我觉得我整只腿在鞋子里面动来动去的。好累哦。
了吗？我也不行了，好累哦。好。坐缆车的还要往上抄，我记得了。我们回去，我们现在要滑回去。嗯，有个地方要冲的，不然会滑很累，要往上搭一下。我记得哎、欸，我知道我很想尿尿。我们有个地方停下来，然后说到底要坐哪个缆车到一支濑的时候。嗯，那最后是不是找半天说，哎、欸，右边有一个缆车，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过去要爬上坡？那那个时候，缆车这一面要对着我们来的人，是不是要用力冲才上得去？我真的不记得了的。那我就知道。跳上去啊！但是我今天真的那种加速，我都会摔倒哎、欸。
先去，不过我觉得我现在是脚已经不太受控。还要有点速度，你不是要看牌子吗？下去啊！那里是什么地方啊？
点啊？啊？他说开到几点啊？很辛苦才爬起来，没力气了。我又有摔倒特辑，我昨天好像都没有摔倒、欸、我昨天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摔倒，其实要摔，昨天你不会被、那個、要摔没有摔。昨天你不会被松雪下、啊，今天是真的摔，一直摔一直摔。越下就越松。我有摔倒特辑喽，哈。嗯。因为摔倒都是胖，就折下去的那种。你看，今天积好多、哦，你都积那么，那么大、啊。嗯。嗯。就今天就，因为我想象中我多看到有八千米，大家。我本来想去试想，我就，雪太大了。没有，它的寺是寺庙的寺。出来就看到跑中跨区，看一下啊，你这没有，我这没有装的，对啊，都没有。这边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坐的那个四人缆车啊，上到比这个还高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四人缆车路过就会路过这一个的车场，哦，就是往下滑就。我是还好，都是偷粉一次，被那个硬硬的草偷粉，有没有撞到膝盖？没有，但是我还一直往下滑，因为鞋子站不住，右脚偷粉，鞋子站不住，膝盖在地上这样磨，也一直滑，也滑。
最后就终于停下来了，用手在撑地啊，他一直滑走，点点点。啊，尿尿，我要回去，我可以先去尿尿，以后再去脱鞋子吗？还是脱鞋子也没那么慢？好，退回房间上好了。哇，也是好累。
讲我要怎样？不用怎样，随便的。哦。
你看冻僵了，摸，摸，摸看它硬的，哪一块？如水的。对。你有上厕所吗？没有。我要回去上。既然都在这，就回去上。哦。关了吧？啊，锁柜子啊！哦，就这个。没没没，你等。